各位天使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气来嘞》。我是综艺圈阿群妹，有知道我今日做到这篇梦幻梦，因为今日爱收集的东西是臭梅，我想今日是臭梅公主啊。其实同大家讲，我也是无最近倾向爱食臭梅啊，当然要臭梅，是对那片来没有你太腐青当然中。啊，不过今日爱收集的臭梅是呀，太腐的呀，马拉邦山，我相信。青岛人就是亚洲三米二，是百越之一哦。韩国街道嘅草莓冬天撇嘅系用呀 BD 农法，当当然也可能就会想讲，BD 农法系乜嘅？冇想讲节目地度，今晚要同大家来分享哦。谢谢大家来邀请今晚嘅节目地度，也邀请到位来宾哦，来分享湖秋有机农场的陈贤朗大哥分享。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陈贤朗，来自。苗栗太湖哦，粉羊陈大哥来到节目当中哦，阿沙哈来喺 NA 调解杨林淑珍，粉羊太子粉羊，各位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大湖美丽的山丘，湖秋有机农场的淑珍，东凡喜来到。福气来了！哦，粉羊用 V 来到节目当中，刚才有讲到湖秋有机农场，就是大湖美丽的山丘，然后又地下马拉邦山。哎，当年公演，黑公有政府看，就会同爱爸爸去看马拉邦山，天使会发。因为这片就是海拔到。最高是1000公尺吗？1400多，1400多，对，所以就是会去看山去挑战一下自己，然后给片给风景真很清好，所以来自大湖美丽的山丘就会给我们儿童太高来收集哦。给他们先从太高来收集一下，两个农场地度有中暗多嘛该东西，一年四季有中哪一带？人家主要是有机农场，对。主要种的东西主打是湿婆的，对，要讲个臭梅。主打哦，主打草莓。对，那也今年因为来做 BD 农法了，也直接有了增加种菜啊的，因为伊都因为还有搞学生的吼来实习啊的，也得加种啊，就像我说多人也得会菜时节有种菜。哦，故说有菜，没有呀，草莓，然后没有懂得种果子水果，所以有还没有细细的种，你想要种嘛该种，要生嘛该就去种，可以按用可以讲讲哦。所以种类是很多的，是，对，一旦农场都不能做多元化的东西。就没讲像，单一哎就种叶菜类，哎单一哎就种水果类，没你就全部都有种。有没有人家算？即个农法都讲，如果讲到，都讲人家就喺伊个种下边农草，对，所以嘛，该都有就错嘅。啊，故说今日当然，儿童大家来收集就系呀草莓呀呀吃脯诶。今日先儿童大家来收集呀吃脯诶啊，系一种品种，很多香水，对不对？这个香水要种品种，大家应该也按到年了，已经谈过懂到诶。系唔系小可以同大家来分享一下香水这个品种嘅草莓诶，有嘛嘅特色？说真迹，香水啊哈，因为香水引进到啊台湾也已经20年以外哦，所以伫青州可能就有看门中，做起家看门中，做起太家很滴个中风香的时候，对，然后也哈已经变到香水，香水较多，因为样个呢，伊太家会选择香水是因为加善良高。啊，做皮毛原装是因为大家唔系讲同习惯夹嘅米丝。哦，米丝同印象当中嘅风香冇相样。系冇相样。当当然讲佢有阵压鲜。压鲜冇啊。不过一下因为佢落来20年已经驯化，故说佢目前来讲，其实唔会冇买出来。其实。虽然我已经清酒无色豆风香了，但是用批含黑色可以批出来有一些某 Q 用，但是我觉得香水它好像有更有甜香味的感觉。那你吃吃看呢？好，我要吃，我吃了这样的糕，我真是好难是油油滚这种香味流出来，我拿来吃了，好过瘾哦。
酸呢。对，而且农法土方其都系呢个水果本来都维，草莓本来都维酸性的水果，唔做有冇可能变到甜的？甜的都系另外一件事情。好好吃哦，好幸福哦！天哪！我小人讲维酸起码给你嘛，给四阿哥的糖黏了的，系冇？酸甜的滋味，对对对。好了，我快忘记了。我讲说，其实吃泡的本身就是一种有酸味的果子。古时候爱吃吃泡，虽然爱是清姜酸的人，啊，不过爱吃吃泡的，爱吃草莓，我都会有一个心理准备，这是酸的，这是酸的。古时候爱他一生老下，一生老下，应该会吃到，不会暗酸，他因为加个甜味没有出来。嗯，真正的好味是一码水果。也是这叫黏米，黏米对，那你黏来的米是很嘛个东西，就叫糖酸比啊，糖酸比，糖酸比要刚刚好，对，那糖酸比度好的时间，人都啊都个吃起来就会，人家讲会颜色变，会变上色安尼，对，是温盐，一定要加一定要变色，对，你讲全部甜的，会内块啊。然后去台湾的果子，其实技术动真普，不少人动只石头，哇，动甜的，吃到也果子可能比糖的还较甜的感觉。古时候有上次我唔记得清年代的那种果子跟米是像凤梨冻到就已经是清甜清甜的。对，古时候石头按样有一些些的酸腰，又带甜的果子，真的是清好色，还够清幸福的事情。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呀，他懂得草莓，青豆棍，我金克的草莓。对。啊，加其实无草莓跟米西，就是它比较淡，所以来个做米唔会有草莓的香气。啊，唔过硬是台湾本土七家种的草莓，大部分都还保有七家草莓的那个香气。你看，呀，它的最多按用，然后还有些豆。吃泡诶，草莓的那个味道，好好吃。我舔到后脸头嘅哈。对，我一吃都几片。古时候，也就是诶七家，台湾七家种的草莓，同国外嘅草莓，爱吃到很系有几无相同的蔬菜。啊，不过诶一开始有讲到，泰国台籍系用 BD 农法。BD 农法算了系乜嘅农法？因为喺台湾其实当少年啲嘅用按用嘅农法草莓。喺我讲起来之。BD 农法，其实都一多人知呢，啊，不过其他话无人去执行，有点像是一个理论的感觉。对 对, 對，我要同步告诉一下就去讲，因为一个东西系从认知学来嘅，人智学啊，人智学来的种植的农法，因为伊都方有三种。太条诶，三环呐，一张医生，一张教育，一张去农业。医生教育农业。对，啊，其实到台湾已经没有一段时间了呀，因为伊迄一种，你看伊啊做妈妈的讲了，常见单的讲法就讲，伊人出世，爱生诶，做爱农业，爱人种东西，必生嘛，对啊。啊，慢慢的睇嘅，好嘛，都五六岁，啊教育，啊读书嘛，啊去有学校嘅内同哈。啊，人说人家说五个差不了嘅人，难免会失好偏。啊，而要要有余生来，所以系安尼立转来。所以农夫，人家就系农业农夫，都话人家嚟讲 BD 农夫，也都系占到地方嘅一份啦。诶，谈起来，也以前系。教科书上的一个很理想的一个农业的这行嘅风范，实际上爱变到按正经嘅农田来做，其实冇咁简单。就爱伫台湾系青少年啲嘅种，韩国人就系头一类，应该系 V1 一类，台湾 V1 一类用 BD 农法种草莓嘅。对对。哎呦，其实应该会读到青岛嘅困难，因为它的标准系比有机含卡严格，含卡严格嘅草莓。啊，种草莓睇下就滴就青红色啦，从来没好色啦，条也没好色啦，马该都好色啦。啊，伊啊，杜芳都讲，因谈到也杜芳都讲带一种，伊 BD 农法杜芳就会教运动，都话伫个。
比人家就讲，哎呀，那个一般的有机农场，几多多个阿恒喺唔讲，哎，幽默嘅有机质比较得，好嘛？伊啊，比啲农法唔系，伊喺讲嘅东西最重点就简单讲起就话，人家农场那所有嘅资源都尽量都人家农场都吃，哎，很贵，你讲自给自足。所以连种皮料呀，也是自给自足。就你讲个那个做会到呢，哈，佮你讲个农场，然后简化来讲的话，就讲唔是佮做堆皮，提杂皮料来，哦，都做堆皮的。啊，再来咧，唔该做绿皮。绿皮，棕的。棕绿皮，棕绿皮，本地有蛋这些。啊，棕绿皮的时间就讲，伊，嗯，那田。嗯，像个师傅，比较讲一下农场来讲，那师傅烧的时间，那个田就种绿皮。哦。啊，按绿皮的时间，其实伊个绿皮都讲又长到密密角角哈，要注意的事情。跟人家个土地，而且哪去发人家咪下，可能有人家个土地欠麦个毛。欠麦个补麦个。对对。然后用起个农场地度嘅资源落去补起个农场地度社会东西。对对。故说也其实个自给自足的农场，啊，像安永嘅农场，真正的嘅臭味还做得安好些。还有等等，内容我同大家来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到节目当中咯。今天是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气来咧。我是综艺圈阿 Q 妹，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同大家来分享苗栗太福麻辣帮三家啊，有机而且是 BD 农法中的臭门。刚刚有讲到，其实 BD 农法没按好这行，其实系比一般大家啲嘅有机，很看严格的那我一种嘅有机农法，韩国人都系全台湾唯二有通过认证的，所以其实真的没有这么容易。按用中臭梅这么一个脆弱的水果，然后人家有说到天的品种很多香水啊，也还有说天的品种很多黑金刚，也有人叫它黑钻，对不对？但是头半个给顶样黑，他家都会教我说，哎，这是什么品种啊？品种跟品种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异啊？啊，不过我跟他同泰国聊天的时候，泰国其实同我讲，不是本呐。中文跟不是本哦，色的就低，色的就低，好，我们先试看呐。好好吃哦，这个比较甜，但是我还是会，有可能还酸到有点想皱眉头，但是好好吃哦，又酸又甜，没感觉。这个是黑金刚咖啡 TC 吗？也可以啊，你讲。我其实吃起来，我觉得跟香水也是蛮像的。对啊。做嘛该不按的，也黑糖果黑牙掉跟农场对，跟养熊的。对。嗯。因为伊应该实作的方法，嗯，无全部田野的嘛。嗯，就黑这块土地给亚种购置什么样的营养，对，它就长出什么样的味道。不过虽然他们是不同品种。但是米西可能很，对我们这些一般的消费者来说啊，食起来可能会吃到，差不多，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很仔细的去区分品种跟品种之间的差别。但是当然，头家摸 Q 用啦，头家懂眼黑不嫩出来啊，外表看起来是比较红一点点，对，它就会比较黑色，带一个是比较橘，带橘色的。哦，香水就看起来它。比较浅色一点点，然后黑金刚或黑钻就其实做完了，黑金刚就哇，五都粉的感觉，不是哦，色豆芽两种品种的 BD 农法的草莓，我吃这个草莓很辛苦哎，你看周德光还同虫哎同雕哎竞争来的，因为其实泰国人都跟农场嘿，每个东西都有。有虫哎，有雕哎，还有青豆的通菇，因为这就是 BD 农法，它需要就是生态平衡的这个概念。对，故说按用种出来的草莓，今年还有办法拿来做
冰棒跟果酱，还有这些延伸的产品，有对不对？有。比如说像这个冰棒，刚刚那个台手妹给你强调说，哎，加色的哦，莫要用铁的哦，对不对？因为无添加。嗯，对。对。因为，其实讲个讲做冰棒哈，其实是那都心里的痛。啊？为什么？有营养的呢，那都会搭台的东西是很多。从个 K 社恐诶，阿都就做唔得，卖出去嘿，这样子，就卖唔出去。古时候就，老伊了了处理一下哈，装枪来，然后做变做冰棒，也系讲果浆，好，也系讲拿来，就用原本的草莓去煮成那个湿婆的汁，这样做果冻，安尼，其实也系。食材都冇办法，因为你见跌脱了也唔咩办法，不能储存就唔多啊哈，又见跌，啊特别哈，亲好的黑嘛黑啊，酷酷，啊酷酷黑嘛该，酷酷黑山竹，山竹，你们家有山竹？哎，总统你种东西就青岛山竹，人家就喊秀山竹，加秀黑好高，但是哈秀久起也在变有感情。那酷酷唔会青哦嘿，它是山猪哎，不会，唔会呢。因为佮也已经有十多年嘞，十七八年嘞，也哈。这是酷酷的照片，好可爱哦。一头白也迄人客去溜猪的啊，人家溜狗的是溜猪的，对吧？佮做在同人客互动，佮做在同人客互动啊呢。我特别是吸过山竹，尤其最爱见去吸人血的山竹，我真见本人不给吓到叫。哦。太恶诶，就会尖叫哎！我说哇，毒太重的山竹，爱用尖尖叫哎。古时候酷酷的，脾气很好的一个山竹。因为伊穷色喜欢，穷色就喜欢。给色色加下用哦，将中年啊就做转来喝朋友的啦，啊，伊讲伊无奈好喝的哈。就看下爱慕就作转来，诶 ，V 奶奶，一张眼就捏转来啊！喊 V 奶奶意思，都不卡，从啊都看下先发他们两三张眼，太细嘞，让带到山峰去，啊山峰就是太几只喂，啊酷酷唔会说要着作物这些，都懂下时间有冇？古时候就会一条索个，滴个都是来那在那嘞。啊，你伊都唔会做诶，拢奇怪伊都，反正人下来去诶吼，天气安尼，奈安尼满山去行哦，伊都冻疼啊。好可爱哦、喔，因为其实刚刚有讲到，通风没黑呀 ，BD 农法很重要的一环。那这么个通风会在这个农法里面暗冲业务呢？因为只要做一道生态，你到一道个本人那个样诶，叫多元化嘛，哦。按出不一得不起哦，其实讲，它整个农场的生态一定要当丰富嘛，哦，伊都话有在就讲，那是粉末跳这条线，唔限到前头，每所谓做一张栖息地啊，本玉嘅等于为无嘅，哦，有点像是，你去搞个田度，你的生物多样性，对对对，够丰富的话，你就唔会有物种不平衡的问题，比如讲可能让它调味会生养给吃婆诶，啊可能就会因为寂寞其他东西后生，就是表示它的生物多样性有得会唔拉，嘿，按用个意思，对对对，哦，比如讲人讲是，然后人家种吃婆嘛，然后人讲吃婆系我嫁落去嘅嚟嘛，也没人人家本来就有，没本来就有诶，系嘛，系。按你的宠的经验来，哎，某种师婆里面有蛇的，里面学过安胎没安皮啊？所以讲某种家，我同我个条黑家木诶，家师傅，你总得来除它，系嘛？你除它了后呢，就等于就冇平衡，冇平衡就要生麦个咯，都是也有青菜，麦个都拿到蛇，所以你总麦个也生麦个嘛。所以点都不是用去除的方法，反而是增加这个物种的多样性，来让这个生态更平衡。有一点很符合大自然一种懂理想的感觉。本来就会符合大自然的呀。哦。因为它简单来讲，一下子来延伸下来讲的时间，
那个恩人，恩人同我哋讲身心灵，身心灵哈。那个农业没有身心灵呀，哈。他简单解释讲个，哦，比地农法很麦个时间，他都按你解释的。伊讲太卡都低个呗，哈。我讲农业都讲有关系，哈，都按你下一般看得到诶，哈。有机，啊，我亚洲比地咩，个都好身心灵，按你。不会，人家就一转呢，哦，原来遐呢，因为比例有加到，人讲的灵性科学这一块，哦，有没有托天文，没有托个遐呢？星星月亮，也都全部有关的。要去轻松有个事情啊，因为恩人没遐按钮啊，颜色的东西就会同恩人息息相关嘛。故说二料给到按到事情，尽量取得一个平衡。按永兄那个好像比较符合我们本来人的，我们这个大自然的起始。按永一兄。嘿哈相像的感觉，故说 Vito 会符合这个 BD 农法，就会有这个物种多样性。故说除脱按用个吃脯味啊，还个亚亚的种不赢哦。其实咩种东都，我讲以为某位有点夸张了，但好像实际上也是这样子，对不对？毕竟讲有种来得以为某位，然后让大家很惊喜的，像是你们那个蔬菜香啊，蔬菜香，我们现在因为哈。我都做 BD 哈 ，BD 以后给接受的就当到迄华德福学校的学生诶，个进而接到学生来农场实习，啊，同家长较有交流，还有家长就想讲，伊也都要动向我是给 BD 的蔬菜哈，因为接到提供安尼农法，蔬法安尼农法个生产出来的蔬菜哈，在到台湾唔去青岛，哈。故说给了上啊，给故说哎，一两年将会就讲增加个蔬菜香这一块部分。Oh. 那其他农村都方也有种茂谷柑，啊，还有红心芭乐，啊，还有木瓜这一类的东西。因为给其实哈，种给啊哈，就种几头的这个色，因为这个上色，啊，萝卜的哈又木唔多干色，故说就这个种来色安尼。啊，又多出来诶，就粉香，就不用到蔬菜箱里面，松本生人拿伊呀，买本那样生人的来加种。故说黑讲油呀，这个泰国泰籍来听蔬果香诶，你拿就会大概收到熟豆呀，蔬果香就吃到，嘿，好像打开一个惊喜包，从伊咧福袋穷游，因为底度买个东西都有，甚至还有青豆东西可能系毛色高诶，啊，有那条东西可能系毛色高，等下休息下阵了，再个继续同泰国来分享。同收机哦。大家又转到福气来咧，我系中意看阿 Q 妹，今日嘅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比如你太富马拉邦山的呀 ，BD 农法中的呀臭梅，啊，唔单像有臭梅因为呀，其实因为爱执行这个 BD 农法，两个亲理想嘅目标就会爱达到这个生态的平衡。故说种嘅动到东西，咩休嘅动到通分。啊，刚刚有讲到哦，其实咩有松呀这个蔬菜香或蔬果香，啊，底都会不用动到。奇奇怪怪啊，吃个有种的，吃个好吃的东西啊，有毒的就不用落去，对不对？故说打开来就是有惊喜包的感觉。糖共底度有青豆，还太个可能青色，也还讲根本就冇食过的菜。毕竟讲我听到个名字很漂亮，叫做紫薇白菜。呀，金门叶没有带了鲜虫虫哦。呀，就会紫薇白菜。哦，好，金门叶呀就会附一片绿掉，会同大家来分享个哦。有青豆个，你唔熟悉个青菜，甚至喜欢用板做，有奈得应用青呀熟人之类同大家来收集。紫薇白菜开始。呀，紫薇白菜哈，佮看到给它紫色 ，N 就低哈，在五行当中哈，它紫色的它就是属于说，对我们人体。非常好的东西，然后它的含铁量较高，尤其对于什么人当好啊，因为什么人大家也都会给买哈，它的缺铁会比较严重，那加铁质含量又比较高一点。对，然后这个是白菜类的，对，因为爱看一开始看要不要爱捞到像是紫莴苣、紫生菜的那个。
颜色。煮咖哈哈，有人讲讲拍出来比较蓝哦，但是嗯，煮咖哈加到姜丝了，就当好诶，就当好。尤其安尼个东西哈，它需要有一点点油脂哦，所以它炒比我们完全清烫更好吃，还要好吃，对，而且营养更容易吸收哦。这是紫薇白菜，紫薇白菜，我用炒的啊，做得不用细细的姜丝，都可以用炒的。嗯啊，挑前那个很翠绿的，这个好像比较常见一点。这个叫做绿宝石莴苣，绿宝石莴苣，它可以当生菜吃，它也可以炒来吃，或者是你煮火锅的时候。就是把它加在火锅里面也很好，这个是很脆口的口感，对不 对, 對那對那个素贞记者同天要来勾一下，你建议讲生菜可以搭配什么东西很好吃？它可以搭配一些坚果类的东西，坚果，然后你放上沙拉酱或者是和风酱。那因为今天我们有带来那个草莓酱，其实你可以用草莓酱来取代沙拉酱或和风酱啊，因为酱料都是酸酸甜甜嘛。好，那草莓酱也是酸酸甜甜啊。你们啊，都会草莓酱哈，糖不用轻倒，一丝丝的糖甜甜，故说它的加个酸味有较过一些嘞。好好吃哦！我的天哪、好想再配个起司，还是配个坚果？你如果有坚果的话，因为今天准没有。没有准备的很充分啦，如果有个坚果的话，很较好吃。太好吃了，我觉得我以后沙拉都要加草莓果酱，好好吃哦！怎么可以这么好吃？你看姜味好深，草莓味好深，大家应该有听到我嘴巴那个呱呱呱的声音吧？好好吃哦！而且这是它的原味，不过油腻油不会出腔啊。你要帮我出腔的哈，生菜的出腔，生菜的那种腔鲜呐，它不会，它不会。啊，都按你农村生产出来的东西，比如讲像广东因为，像的都热天会有个保秀油嘛，玉米，啊，都种那个水果玉米，一般广东人种出来水果玉米就有点腔鲜，上色加下会有点腔鲜。我们有发现，因为爱青江色的红萝卜，爱妈妈种的红萝卜，我觉得是好吃的，它没有那个味道。有上次爱吃的，是因为你本地有长满那个时间，所以它好像就代谢掉了一些比较不好的味道。就有时候同 no boy 可能惯性农法可能会有一些肥料，就是希望它可以赶快的长大，赶快的采收。肥料放太多，目的有点不太一样啦。但是七嘎色就会觉得可以吃到食物的原味，嘿，一天清很补的事情。对啊，唐公这个蔬菜箱里面还有另外一种我很好奇的，叫做当归。对，当归就会按住很肉的当归。给当归。个冬瓜哈，嗯，种落去个冬瓜还蛮好。苏神以前夹个冬瓜叶吧，做来来剥下来，叶拿来切面面哈，同乱哒哒落去就做的剪乱了。啊，我有冬瓜的米西嘿，有。我搭把黑暗呢，个冬瓜叶哈，嫩的那个叶，个叶吧，有冇切下来？个那个叶柄有冇？来做来。长做鬼困嘞，煮鸡汤哦，安顿的蔬菜就拿来炒了，哇，这真的是福气便利贴，我还蛮想，我想过啊，不过前提是你会先买一朵当归叶，我们家的当归种的不多，故说都蔬菜香都红，也是唔系搭啥搭摆都拿来做，就反正我是随机用的啦。这是从娘到爆穷用。不过很多人就会讲，搭礼拜打开来就从给。福袋用的，对，故说，其实亚泰国泰基家的亚蔬果香妹妹真紧讲，送亚的唔认识的人，其实家的送的都系去亚的农场地度实习的学生的家长。错，刚刚有时候可以讲一下，其实去亚的田度实习的这些学生，唔系从 and 头摆有讲到过诶，从系去一日体验的这种感觉，亚的实习系爱去急救。
伊最起码是两礼拜以上。最起码两礼拜。有，他长诶三礼拜。嗯，会待到你个边。对对。啊，其实好生啊，来多呢，伊唔单止讲做因甜度，讲来细甜甜啊，啊，伊咪其实学个东西十分多，啊，伊学到无够诶，多人也都做够诶的。哇，就同样就穷下三百，嗯，然后就穷下下，你看到诶相片，迄家就滴个杂翅婆诶，系冇？嗯，而且是搭架的，搞起来用的搭挂盘。这个是好高好唔到的啊！而且都，伊哈当然有哈事呢。我觉得用磨机啊，有人讲系爱磨东西的时节，磨一条工具的时节，啊，爱都用岩石的方法，用来搭，用来起来装起来，也都搞起来了。你講咁樣講，其實做事嘅方法係乜嘅東西就是。啊，同我講嘅做事唔係做事嚇，啊搞紅就係扮錯，唔係扮錯。嗯。係搞紅就係樣嘅扮，站會夾，站會搶，嚇。做事情嘅態度，或是邏輯嘅感覺。對我讲工具本唔能晓得用啊，都会拿本唔免拿骨书的你。好像去修行哦，有没有？师傅讲得很深奥哎，要用体悟的方法哎，对不对？有那种感觉。哎，也所以讲，其实接得来多呢，不单只讲系农场的事情而已。好，啊，最主要还能出时间，然后给他上一下 BD 课程啊，因为 BD 课程农场，因为咱农业不讲。其实有书本的哈，有做得妥。嗯，啊，不过其实我来讲，因为那做 BD 喺农场也好，做好农做农夫，因为 BD 农夫系农夫传农夫啊，好，即系师徒制的样嘅啊，我农夫传咯，先传得下去嘅。嗯，所以要一种嘅，那你要学嘅东西十分多。那我是主要叫佢學到嘅乜嘅東西，因為我個人頭先又講到要用配方嘛，好，我講學 BD 嘅人不管點樣嘅，啲有兩件事情都要曉得一啲嚇，啲都要曉得攪拌，要倒水嚇，倒水，像人家都講嘅攪拌，嘿，例如拉水啊，嗯，啊，用老水嚟拉都嘅，在天津都你用嘅曉得使用下配方。啊！我使用配方，而且一天都要先好外用来嘅，因为我用几下要搅拌过，这样都得用。难怪我两礼拜以上，这样都得好嘅多样的东西，而且其实还唔系真嘅好嘅多，算是理解一下，去感受一下，要这种感觉。做基础啦，哦，做基本咧，从目的来讲。对，高比。而且唐公呀，泰国泰籍同样都生意嘞，其实就像人家都个孙嘞个泰式年纪呀，差不多，对不对？啊，叫到他们呀，都一个东丁一下个称号，我懂吗？该草莓婆婆，他个方用来讲，吃婆哎，嗯，婆婆，叫到是用滚咸，叫到用板咸。学生的是咸老师，喺新农场诶，当过个。人家的声音啊，以为讲草莓婆婆，草莓婆婆跟草莓爷爷很可爱，因为人家有个 logo 就有一个草莓爷爷在上面，这个真的很可爱。故说其实也还是草莓季的，大家就做得去体验采果，其实没去做得嘞。啊，来体主要来摘果去体验，嗯，啊，同我讲，现在是不是没见到哦？啊，没见到。哎呦，我用树摘，我讲来摘师傅，唔要见师傅的哦，好嘛。哦，就是说，你这片没办法拿到一类蓝莓，一类剪刀是一类蓝莓。我这个用书剪体验，因为用的早，剪刀和阿妹已经不稳了。嗯，肯定嘛，哎，就是用手摘。很自然，真给黑清田眼，就黑用哎，七家有位东西，就跟 BD 农场哦，用给七家农场里都有位东西，自给自足黑可用的道理。主要黑因为讲，我都无用农药给得位。不说你用剪刀容易造成个机械式伤害嘛哈，机械式感染。不说像您他讲用芊芊玉手把它轻轻的摘下来，好棒，这样就可以。去噶去听呀，没讲更有感觉，自己用手采的。不说冯阳太噶去请我们邓一下个草莓爷爷跟草莓婆婆，太福嘛要帮咱冯阳太噶去聊。给我们一什么六啥来都见不懂，能教我好多东西，谢谢。没什么，天使给挑战观众朋友跟舒宽休息一下了，走运通哦。节目好看无啊？
好康福气来嘞！嘅天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记得老样片分享出去，还有多福气来嘅面书、点赞，还有订阅客家天视台嘅 YouTube 频道，还有啊，亚样片啊，记得分享出去哦。